来来，我给你很快的地方。奇怪，我好像有得罪他。没有啊。我觉得好像一天要到他早上那边走看那边。山里山了，嗯，山里山了，鼠标有啊，鼠标有牛的，哎，好，我来静一下，对对对，这边就是牛，我们静一下，哦。这里来上课了。但是写好了呢，我们就出来了。可是还好，他没有同意。后来又发现，又好了一样。所以哦，你看这种智慧的累积，搞得什么样？我刚刚问，对呀、啊，你很有经验讲，你要抓准，立德立功，出我的这个这个。讲又把它化掉、啊、我怎么知道他刚才要找给他没钱，他说那就买金子给你啊，我说那个钱找给他，带他零点边安好，再看一下啊，你好，来来来，你要再去讲，你找的吗？你就没有找，就洗洗放二十块钱，给写两千好了，那就是两千。Thank you.
就在买买龙眼。你来龙眼。哦，像那老老大号的。今天讲是超尴尬，我。千千。